大家好，今天我媳妇儿生日，然后我来这边园林里面买两棵山楂树。我媳妇儿比较喜欢吃山楂，来个让那一棵树也不够吃啊。这个寓意深刻。嗯，山楂树之恋。是嘞，这树种不种那个看着？想种嘞，你看看这花型多好。顺便跑吧，跑大，再跑老小的。跑大一点的。要根带大一点，会栽。这是带土球还是不带土球？我们愿意跑大点，别起圆土球，外面带毛一根，中间带点土球，比那好。你带土球，光有个土球，圆圆根都结了。哦，你跑大一点，不要土球，要根多一点。哎，对，这样活了。这棵树多少年了？这都八九十来年了。啊，爷爷结山楂结的可多。大伟已经画好圈了，开始吧。我就给你找到这个圈怎么跑。刚才大家说的这棵树是150。爷爷，那我那家里那一棵也值钱了。那俺背着还有大的，那大的那人家园林给他定的，那1000块钱一棵。哦，大的都真出来。哎，谢谢正。看你这不跑，这就叫根挖断了不吧？那肯定挖断了嘛，但是大爷说了，跑大一点，你要毛细根带多一点，他说的一样可好。大伟，嗯，这个家有山楂树，俺家也有山楂树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一个呗。你可以山楂树只练一下啊。这棵树因为要移植，然后大爷把上面多余的枝枝给免费修剪一下。大爷，这树没有树根是吧？哦，移栽的树没有，要是原生的它有。嗯，这根子刨了好处嘞，猴子。你看这根子好啊，你要有刨土用的原生根，全部都要接完了。还可以先进入这个样子。你看盒子，你说的啥实话？这一棵树形好得很，是吧？两棵山楂树已经栽好了啊，很有纪念意义。因为啊，今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，媳妇儿生日快乐啊！真的，还有点感动。我给你买了个圣诞蛋糕。老蛋糕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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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进行下一项。是啊。亲一口，亲一口，亲你啊，这个。那你亲我，俺嫂子不认得嫂子，也不愿意。好，让我吃蛋糕。